爆炸几点啊？对啊，现在几点啊？我们为什么现在在这里？听说我们今天要来挑战了。今天他们的真的假的又给我们出难题了。今天我们要挑战投球，而且球速要破百。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魔鬼教练。所以我今天就是接到一个很难的任务，就是必须让你们球速可以达到破百。那我们要做什么训练？会请你们就是先热身嘛，热身，然后把你们动作是会调到比较正确一点。然后调动作，你要球速的话，动作要先正确，去看视力点，然后去做完整一点的投球。希望我们待会训练不会那个，不会太球，对，不会铁手这样子。那我也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捕手廖鹏杰，那我们欢迎他出场。耶！大家好，我叫宋成伟。成伟，哥，捕手，因为我怕投不好，所以要先叫他一声哥。成伟哥，那我们就马上来热身啦！稍微看了一下，可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美中不足的。可是我们刚刚已经破百，说加起来，对，他是95，对，刚好一百，刚好一百。今天的目标是想要让你们一个人就可以破百。而且我刚刚那样投，其实我手腕已经快废了，我肩胛骨已经开始酸。哇！可是你们等下是要接受魔鬼训练后，然后再来尝试一下，可不可以再增加？要进行第一个训练就是拉橡皮，然后拉橡皮就是可以增加我们的手部的小肌肉，然后或者是你没有热身，可以先拉个橡皮，然后让自己的热身可以加速，就是加速它的肌肉可以有弹性，这样等一下在丢球全力的时候，我们就叫回头。对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好，开始。那个我们动作就是第一个动作先这样，然后手肘与先头关，我们就往前。做对，因为刚才看你们投球的时候，就是有点往前推，所以我希望你们等一下是直接这样下来，有压球的感觉，等一下我们就有机会加个120公里。这样就可以加120。对啊，这个训练看起来很简单哎。对啊，小肌肉正在偷笑雀跃中，小肌肉开心，好轻松哦。然后等下输了会有惩罚。好，还有惩罚。对啊，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教练，我有信心。那我们30秒，预备开始。开始。好。我觉得他的动作蛮标准的。我觉得后面的人有偷偷往后。你是不是偷偷给我往后了？6、5、4。哎，那好，三十七下。3、2、1，停。你终于有。60下，你看60下。对啊。30秒，这是比赛哦。然后加油，要不然你们要做。然后预备开始，然后快点，剩20秒。好像也还好啊，我还可以这样。因为你刚才还有这个不算吗？这个不算，要这样。那我们第二个项目我们来做开合跳。这个我会，这个我也会。哎，不要闹了，就这样跳，跟嬉皮笑脸的开合跳。那我们就要准备开始咯，30秒。体力的部分。对，预备。哎，这边哦，刚才说这边哦，预备开始。嘿。哎，我快大声一点，大声一点。快哦，可以可以，维持这个速度哦，可以，要二十了，然后转啊，然后，哎，来了，反着跑，5、4、3、2、1，
二十八下。这么长，二十八下。你刚才休太久了，二十八下可以啦。怎样？想一下，有比你想象的还难吗？比我想象还累。不远，等下做慢一点哦。不用急，慢慢跳。刚才真的跳太快了，后面。啊，真的。对。哎，要配速，要配速。稳稳跳。就三十秒左右，准备 ，Go。他刚才有声音，怎么没有声音？什么？哈！还爽有？哈！还爽！哈！是什么声音啊？哈！哈！不要！我不要想他，我不喜欢模仿别人，我喜欢做自己。半了，一半了，一半了。哈！三。教练，我手掌有点痛。一，停。三十九下。三十九下。你看看我的手掌。是不是打你？你看为什么要我打那么用力？那个我们要有效果，对你有认真跳这样，好像被惩罚的感觉，教练。但你赢了十一下，耶、yeah! ！第三关。然后让我们第三关是折返跑。为什么要折返跑？我为什么我们要跑步？投完球要继续捡球，是不是？希望就是你们在投球有一些下板力量，让你们投起来会比较快一点。所以我们要怎么跑？我会示范给你们看。好诶。就开始好，我可以三十秒这样一趟，不行，就是我们要三十秒一直跑，你可以放慢速度或是加快速度，但不能停下来。好，因为我们就是要加速计时。 OK， 好，来哦，对，开始。正面我发现我的袜子会滑耶。快结束了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、来，这趟算，七趟，可以了。你刚才以你的目标多了六趟。教练，我没有好开心吗？我们直接下一位吧。好，前面两次已经输了，然后这次不要再输了。要有赢回来一次的感觉。没错，我这次一定要认真，我要认真。还是有机会赢的。没错，要保持信心。开始。不紧张的。悄悄坤，怎么搞错？正面，回来的时候正面，对，快点关节哦。不要，你不要赢我。是五趟，所以你还可以输了两趟。好哦，那可以啊，刚才至少有跑起来继续跑，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好，等一下投球，反正等一下投球可能平手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投球如果赢的话，就是得三颗星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换教练，耶、yeah! 啊！教练真的很累，我们训练完了。可是你们的训练不到我们每天的1%。1%？对啊，连热身都不够。啊，你们也太辛苦了吧！真的很辛苦哎。所以大家真的，我们要用鼓励代替责骂，因为投手真的很辛苦。他们从暖身就要做我们的暖身，就这样子，然后还要在家训练，然后晚上还要再来。对，我们要给你们一个掌声，掌声鼓励，钦佩。但我相信，经过刚才训练，你们在投球上一定会有。进步了，跟获得增加球速，真的哦。对，右手其实蛮废的。刚刚是真的认真的累吗？是认真，因为其实做第一个那个训练的时候，做球的时候那个关节跟小肌肉真的是会酸。那我们就去投球吧。好，100，我来了。你还记得你刚刚出一开始是多少吗？我记得好像是51还是52吧，好像是51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那你觉得经过刚刚训练之后，球速可以多少？我觉得应该可以60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朝100迈进，对不对？好 ，OK。我希望我至少要破60，这样才是有进步嘛。我把它想成我的前男友。五
风急，我看两人快挂了。对啊，天啊，哎，刚牧岩是多少？59是59对不对？进步了8公里。8公里。对啊，因为他51到59。哦，他原本是51，然后进步了8公里到59，然后我刚刚呢是49。那你觉得？所以我觉得我一定可以进步到50。好，所以我们加油。50。对。好，准备好了。多少？60。OK OK。哎，所以还60。是我赢了吗？是这样要被换脸了吗？哇！厉害！那我们刚才的训练跟投球都结束了，然后前面两关是魏莹3颗星，然后后面两关是孟姐也3颗星，然后就是两个都平手，今晚欢喜。然后谢谢大家观赏我们，然后下次见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好吧？我们的惩罚，我们是有惩罚的，对，因为我们平手，所以我们要惩罚一下。我帮你们吗？没有，我帮你们。不是啊，当然不是啊，这也不能说惩罚啦，其实是就是一家对祝福加持，对，我们要就是经过我们的加持之后呢，希望可以再帮我们这个投手加油鼓励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呢再夺回胜利。好吧，所以我们要来在你脸上作画，做一些。你先。火圈现在心情是怎样？现在有点害怕。是害怕还是害羞？都有。这里，这个爱，而且大一点。等一下，我刚刚就是像手还在地板哦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好奇怪。还有一个，来最后比，最后比。棉花一笔的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哎、好了，我准备好了，来，我们来合照一张啊、哦！哎、所以你们是写了什么字啊？我们写了 WIN 胜利。我们接下来就要把所有的球赛都赢回来。来，我们来做个纪念。对。还是希望大家十号队友可以进场为我们桃园男儿一起加油，因为你们的加油声是我们在场上最大的鼓励及动力。没错，然后我们会因为你们掌声以及呐喊，我们会表现得越来越好。所以希望所有的十号队友可以赶快跟着我们一起，不管是平日还是假日，都来到球场跟我们一起应援，然后为球队加油。希望大家可以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留言，然后并且开启小铃铛。要跟我们一起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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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